大家好啊，欢迎收听嘅望向早晨啊！今日录节目日子系2020年6月4号啊！呢度有我新西兰记得头像，仲有澳洲嘅真 B 师。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马来西亚嘅马来人，喂，各位网友好。系，就而家变咗一嚿云嘅许留山啦。我系许碧云，早碧晨。云啊！唉，真系咁早，真系好笑啊！喂，咁啊，节目开始前啊，啱听嘅俾个 like 可以就 share 埋朋友啦。最紧要就系订阅我哋频道，同埋揿一揿啊隔篱个钟仔啊，咁佢有新节目啊通知你。继续壮大中立模式嘅力量，同宣扬你成日声音。好啦，今日啊有一个好消息啊，要同啊所有啊 BNO 乞衣啊 BNO 持有乞衣贵宾贵宾啊，而家真系贵宾啊！哎呀，我顶。咁啊，有一个非常之好消息系，即系有英国首相啊，话俾大家知嘅。哇！咁啊，真系就舐到尽。佢唔单止啊舐到尽之余，仲特登啊写一大篇文啊，摆落香港嘅报纸《南华早报》度刊登。哇！真系见到都湿晒，流晒口水啊！买翻份啊，买翻份 keep 起佢啊，历史性一刻啊！咁啊，內文啊講咩咧？內文真係好對所有啊 BNO 嘅持有人啊，都係非常之切身嘅事情嚟嘅喎。嗯，咁啊，我嚟啊講下佢邊寫文寫乜啦嚇。咁啊，佢係英文寫嘅，我直接就翻譯啦。可能啊有錯漏啊，希望啊大家就唔好介意啊。咁啊，順便啊指正下小弟啦。咁啊，咁佢一開始就講啦，就送一頂高帽俾大家。咁佢話珠三角。在珠三角洲一个小岛啊崛起啊，成为一个东南亚重要的城市和商业重镇啊，简直就不可思议啊！好，呢件事情咧真系绝对唔系偶然噶。香港嘅成功啊，都系因为人民有佢嘅自由，好可以追求啊，追寻自己嘅梦想。咁啊，喺自己能力嘅所范围啊里边啊，达到最可以推到最高啊，亦可以啊。辯論和分享新的想法，可以表達自己，同埋啊，又有獨立的司法制度和法治底下，可以盡最大的力量去釋放每個人的能力啊！哇哦，Spiderman 嗰啲啊嘛，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啊！你係嗱咁啊，香港人啊，已經表明他們啊，佢哋所有嘅成就啊，與中國經濟復興啊！并驾齐驱咁话喎，今日啦，佢哋嘅佢去到今日啦，香港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嘅城市之一啦，哇，大家都好有钱，呢个都系嘅，都系啊，咁啊，亦都可以令啊喺啊内地啊，即系中国内地有成上百家嘅公司喺正喺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咁啊，因此咁样啦，咁啊。对中国维护香港的成功比其他国家更重要的。直到1997年移交以来，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一国两制的概念，也体现了在基本法之中，也都是以中英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为一个基础来的。那么为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有限的例外情况，例如外交、国防或紧急状态之外呢，咁香港都可以有所有的权利可以管理，佢有独立嘅，即系有佢自己嘅政府啦吓。咁啊，而目前香港嘅社会经济体系都保持不变，生活方式亦都不变嘅，每个人都享有基本嘅权利嘅自由。咁啊，去到上个月啦，咁啊，北京全国人大表决啊。決對香港實施呢一個涉港嘅國家安全法，即將會限制香港自由，並大大削弱其自治權。嗯，我認為佢呢句咁樣講就並不合理嘅。嚇，呢個涉港國家安全法咧，係絕對冇限制香港政府嘅自治權嘅，相反係保護咗香港嘅自治權。因為有外國勢力喺度不停咁干涉香港政府嘅工作啊嘛，仲有一啲港獨勢力嘅苗同埋恐怖主義嘅苗頭啊，係嘛？冇錯啦，咁啊呢個即係啊呢位首相就咁樣寫法咧，就完全係不合邏輯啊呢一句。咁啊，
咁另外佢就話啦，咁啊，如果中國想繼續前進啊，就要將他聯合國登記在內具有法律約束力嘅聯合聲明啊、規定嘅義務啊，有直接嘅衝突喎，即係佢咁樣講啊，佢同佢個中英聯合聲明可能有抵觸喎，即係立呢個法，呢個亦都係不合理嘅。佢咁樣講，你幾好笑喎？嗱，仲話啊，提樣，咪仲有一句啦。咁佢就話英國又別無選擇啊。啊！搞到我都冇得揀，即係冇辦法啦。咁啊，為咗維係啊，英國同香港人嘅深厚歷史聯繫同友誼，所以我哋英國咧都要作出一啲政策上嘅調整啦，係嘛？氣慾啊！有咩氣慾啦？呢個就係啦。嗱，今日咧呢個地區啊，香港啊，有350,000人啊擁有啊 BNO 嘅喎。咁啊，另外有250,000人係有資格申請呢本 BNO 嘅。咁到目前啦，護照可免簽證進入英國咧，有成6個月咁多嘅喎。嗱，記住啦，如果咧中國實施呢個國家安全法的話，咁我哋英國政府咧就要改變呢個移民規則，就允許持有人啊，從可以繼續即係可以入境免簽證入境長達12個月多一倍俾大家。哇！犀利啊！咁嘅經可能地都有啦，都系12個月啦，好難搞喎、啊！即系咧，你12個月咧，你點你租屋啊？租成你點租咧？揾嘢做咯，一做一做黑工咯，使做啦，應該有自由空氣嘛，係咪啊？係有啲網友唔知點咩人喺度留言，好笑喎、啊！咩去到嗰度呼吸到自由嘅空氣咧，就乜都值得噶啦嗰啲咁啊！財務唔自由啊！財務冇自由，你點自由啊？係啊，好黑暗噶。有時嗱，有喺度拆開少少講下，少年 A 咧，想當年咧做交換生嘅時候咧，都曾經咧都做過短暫嘅黑工喎，因為咧都要賺翻啲水腳咧，去叫做買個飯食都要啊，係咪啊？即係你交換生都要賺下錢噶嘛。佢又去買個飯，應該幾磅錢應該都要啊！嚇，飲牛奶咧就平，牛奶平過水喎，又好得意喎嗱。咁少年我哋都係嚇，去到一間餐廳度做啦。咁啊，喂，你要做黑工噶咯喎，咁樣你冇啲工即係簽證嗰啲，即係工作簽證嗰啲咁樣係嘛？你做咗黑工先啦，咁冇計啦。原來咧，到時啲人咧，其實每晚咧又會分嗰間餐廳裡面嗰啲貼士嘅，咁啊特登咧就唔分俾少年 A 喎。哇！哎呀，真系黑工嘛，你系咪啊？你试下攞啦，告发你啊！吓，告你。但系佢请你，佢都有责任噶喎。其实，佢虾少年 A 唔食嘢啫。讲计啊，冇计，即系因为少年 A 唔敢陈淑忠话斋唔敢挣扎啊，唔敢反抗，因为人哋为咗要有份工做住先啊嘛。咁人哋，算啦，嗰晚唔分贴士就冇啦。不过如果成个月嚟计咧，一晚一个月嘅贴士咧都哇都唔错下噶，系咪啊？系咪先？要你打爆嘢，要我哋要少年 A 夹，但系钱即系嗰啲贴士又分翻俾你，又唔俾你分，咁咪好惨啦！有时就系嘛。咁啊呢度系佢英国啲黑暗嘢啦，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唔同嘅阿曾 B 师应该都明白噶啦。喂，唔同嘅地区啊，都相当之多咧，嗰啲叫做即系打家劫舍啊，或者可能呢啲叫做。案件咧都非常之暴力事件咧非常之多嘅喎，即係如果大家喺香港生活就明嘅，喂香港冇咁誇張啊，英國啲小鎮啊或者唔同嘅地方比較偏遠少少咧，哇真係咧可係打到飛起啊嚇！係冇錯，我知唔明點解佢哋咁中意啦嚇？呢、這個就嚇咁點啊？呢間 BNO 嗰度點啊？做沙包咯，去做沙包。咁啊，其實 Boris Johnson 都係講嘅，咁其實即係 extend 你嘅。免簽多6個月啫，但係好多具體嘢都未出嘅喎，咁你喺嗰度揾工，使唔使工錢要超過幾多萬磅先得啊？呢個並不重要㗎。嗱，而家咧佢俾多你住多6個月啊嘛，咁你咪可以呼吸多6個月嘅自由空氣咯，已經夠㗎啦，夠飽㗎啦，夠班 BNO 有係咪啊？吸食呢個空氣啊，可以飽啦，係嘛？猛咁索啲英國空氣，咁啊索到飽曬就已經咁自由嘅樂趣啦。又可以探下西門井啊，係喎，過門都係西門井。過門啊，過西門都係客啦，係咪啊？哇，Simon 啊嘛，過開呢個揾 Simon 西門都係客啦，照顧下你啦。問下有冇公介紹咯啊？
仲有其實佢又仲有講到啦，佢講到話咧，嗱，大家可以啊免簽證十二個月之後咧，嗱，咁佢氹你啦，呢個就你嘅移民權利啊、工作權利啊，都可能啊有擴大嘅喎。咁點解咧？因為你可以住夠十二個月，咁你當中嘅時間你可能周圍揾啲工啦。咁你如果你好彩揾到工嘅話，咁你咪可以申請移民咯。咁當然啦。要個門檻有幾高咧，佢就冇提到啦。只不過話你知，大家嘅機會多咗嚇。就 take away 啦。最後一句就係啦，咁啊，而且啊，你哋有可能成為公民噶。係啊，但係點解冇啲人嘈嘅？嚇，乜我唔係已經係嘅咩？住喺香港英國人啫嘛，不嬲都係英國人嚟噶啦。你同我講話有機會，你咪話。活海外啊嘛，海外啊，你住喺海外嘅，唔系英伦三岛啊，行开啦。其实今日 Guardian 都有将呢篇文转载咧，咁佢就个题目就系 Biggest Change to our Visa System in History if it proves necessary bitten to take this step and take it willingly， 即系其实讲话如果证明咗必要嘅时候，英国咧系必要时就吓。咁就會行呢步嚇，同埋好願意行呢步，必要 necessary 呢個詞係佢解釋咩時候 necessary， 所以你唔知喎。咁啊，佢個條件就講得好清楚噶啦。點係幾時會行咧？就係、是、當呢個涉港國安安全法實施之後，佢就會修正佢哋、哦。大家有 BNO 嘅可以坐多六個月，可以嚟多六個月玩。就咁啦。咦，咁嗰班叫做 BNO 叫做嗰班香港嘅 BNO， 即系住喺香港嘅英国人嗰班 BNO 咧，持有人咧，会唔会嗱嗱声走去嗰个街站去签名啊？撑哦，直头走埋去街站叫人，喂签啊签啊，唔该嗰啲啊嘛。即系同嗰班南面 KOL， 我撑你，我撑你，真心撑你，撑你咁样嘛。我啲撑绝啊！揽住四个喺度啜啊！嗰四个系咪啊？揽住佢，系啊，中队啊，系啊，揽住四个。我睇咗英文版本就 ，If China imposes its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ill change his immigration rules and allow any holder for this passport from Hong Kong to come to the United Kingdom for renewable period of 12 months。哦，就十二个月啫。哇，咁啊！唔係十二個月好多啦，三百六十五日計，係啊，三百六十五日計翻唔知幾多十萬秒噶啦，阿曾 B 師，係啊，哇，好多機會噶，係咪先？啊，砰砰聲嚟嗰只，哇！佢哋依家個呢班 BNO 好開心喎，應該咪要個法律越惡越好啊？係啊，越惡嚇，佢越惡越好。佢真係有講喎，佢話given further immigration rights, including right to work。Which replace them on the route to citizenship？ 哦，係喎，真係有講喎呢句。呢啲就係英國人嘅巧妙之處啊！明踩暗撐嘅，可以即係好似就寫就寫到好似踩你。哇！你啲中國真係中國內地啊，真係對香港人真係好衰啊！咁啊，放啲咁嘅惡法落嚟，其實就唔係，其實一個四兩撥千斤咧，就撐翻就變咗係幫你助攻啊！叫啲 BNO 有支持翻你，快啲惡法，快啲立添啊！但係驚喎，一陣俾佢出賣喎，一陣到時立完之後咧，哎呀死啦！一陣唔得，我國會過唔到啊，咁咪冇咗。我哋再重新審視下先。如果由十一個月慢慢褪啦，褪褪褪褪，睇下會唔會得啦，係嘛 ？extend 多一個月先啦，六個月轉七個月啦，咁啊得嚇，睇下試下得唔得啦？係啊，如果冇乜效嘅，冇乜人嚟嘅，原來咁啊唔使啦，咁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咪？系咯，咁可能又有其他嗰啲咧，啊工作嗰方面咧，原来要月薪咧超过几多先得嘅，或者嗰、那个啊，你月薪冇十万蚊港纸嘅工啊，你又唔好移民啦，咁啊，即系唔可以逗留添啊，可能吓第二届即刻吓，咁、啊、你睇下你嗰班人自己谂下点样啦。哦，泛暴派就唔好左头左势啦，系嘛，唔好话一定要啊，系咪应该迟啲林郑喺北京翻嚟咧，应该夹道欢迎献花嗰啲啊？倾城点啊？倾城点啊？使唔使帮佢揼骨揼骨？系嘛嗰啲系嘛？辛辛苦辛辛苦啊！喺北京讲完之后咁样，应该要喎。要嘅要啊，系啊，真系快啲啊！我睇咗阿韩间即系李柱明咁嘅喺同一篇文章咧，喺 Guardians
咁佢就講咧，佢就講話 ，the offers by foreign governments to help people from Hong Kong, people were generous but not enough。話即係話，你哋好仁慈，但好似唔係好夠喎。夠啊，必你養佢啊，咪你養啊，你咪你到時養佢哋啊，佢哋十二個月裡面之後做嗰個工嗰度，原來都冇得撈嘅，係咪先？係咪李柱明養啊？佢哋係嚟到英國撈唔掂嘅，係咪你養埋佢？咁冇可能啦！老萧话斋啊，佢搵唔到食咁样养埋佢，冇可能。哦，之后李汉奸就讲 ，because no matter how generous you are in the provision of passports and so on, there will be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who are not eligible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哦，即系佢话，哎呀，你几人次都冇用噶，仲有好大部分人都申请唔到啊，唔合资格申请，话即系俾你三百万人，俾晒七百万人啊，你想啊？即系佢咁嘅意思啦吓，咁即系人哋俾个细希望你，唔够大，个希望要大一大咁先够，收晒全部人。哦，咁佢都有菜头老师啊嘛，嗰度系咪啊？菜头老师，菜头老师边有网头话嗰度搞啲香港城噶，系咪啊？创世纪嗰啲啊，创世纪啊，罗家良嗰啲咁样啊，系咪啊？哦，就咁样咯。嗰边唔使惊，有英国有，佢系咁讲啦，佢话 ，This include young people who protest over the past year. More than 8,000 of them were arrested and fear further charges.Under national security laws. So, I want more. I wa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ut their hands together and come up with multinational sustainable solution for Hong Kong. Why? 好犀利喎！佢係更加多國際社會關注我哋，同埋一齊幫我哋。Why？ 做乞衣做咁啊，幫我哋啊！咁啊，你咪試下俾嗰啲咧之前拘捕過嘅攞已經坐過監嘅，例如邵家臻嗰啲咁樣，你即刻俾佢過嚟英國先咯，得唔得啊？一定唔制啦，你係咪啊？假惺惺，佢都唔制啦，十幾萬。做埋呢個做埋呢個冇啦，做埋呢個冇啦。哦，咁樣。玩到過咗火位咧，咁就冇得再做啦。阿蕭皎俊嗰啲，仲有斬樹莊咧都冇啦。嗯，喂，同埋佢話一個有效嘅解決方法，即係話佢先話全部國際社會聽我哋講，幫曬我哋咁樣。喂，有冇咁著數啊？俾幾多俾國際社會添？唔好咁幼稚啊！其實我咁睇，其實 extend 到一年咁啊，將脱咗歐之後嗰班。東歐人走咗嗰啲咁嘅勞動力，咪填咗空缺咯。加上東歐人，你仲要俾福利佢，因為歐盟同佢一脱咗歐，哎啱啦！呢班咁嘅啊，自認為英國人嘅乞衣咁咪，去做啦，係一齊做啲低下工咯，就係、是、咁簡單啫。超市拖地嗰啲喎，係嘛？超市拖地可能都唔請嘅，因為嗰啲你都要交好多税嘅黑工啦，係去黑工Noodle bars 嗰啲。corner shops 係咯，嗰啲地方咯，都係嘅。不過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執馬得唔得？唔係執馬都好難，都可以啊。執馬係咯，因為好似少年 A 嗰陣時見到啲係咁樣嘅喎，因為佢嗰陣時個地方落腳嘅地方咧係近嗰啲叫做球踢嗰啲咩英超嗰啲球場嗰啲啊嘛，啊咁嗰啲人咧每逢咧踢完波咧，佢就將佢附近嗰度嗰個巴士站啊。就打到爆曬啊！打到爆曬啲凳啊，拆曬啊！即係成個巴士站，基本上都唔見咗先啦。暴動員好似係啦，暴動員啊，報紙啊，污糟邋遢啊，即係拆到咩咁樣啦。咁之後咧就即係又發癲啦，條街度好嘈，叫囂啊，打交咩都有啦。之後咧一個禮拜到咧就會又整翻好曬個巴士站噶咯喎，又啊啲凳啊又回復翻正常。跟住咧一個禮拜後咧又打爛曬，佢覺得哇好煩啊！即係成個循環咧，見到呢班人足球流氓啊，好多流民嘅，即係係啦，即係永遠都係見。係啊，咁大家覺得係咪真係個咁好嘅地方咧？咁大家要嗱，我可以避開呢樣點嘅，但係其實真係好多啲古靈精怪。喺邊度？倫敦，東倫敦，利物浦啊！啊頂！我都只係講嗰度啦，即係我就住喺嗰度嘛。我都希望你唔係希望少年已經唔係嗰度，但係就係一個咁嘅地方啦嚇。傳統嚟嘅，因為工人比較多，所以其實大家知道我脾性咁燥，都係嗰度惹翻你啦。係嘛？
一啲唔觉唔得唔屙，即系唔高兴就爆樽系嘛？但系又有好多特别嘢嘅，咁都系我心入边都留咗角落俾呢个地方嘅。咁啊，有机会再分享下啦吓。喂，咁啊，嗰篇文啊，其实仲有一段仔嘅，咁啊，收尾埋尾啦，咁啊，讲埋佢啦，咁啊，咁啊，啊呢位首相 Boris Johnson 就话，咁啊，佢啊唔希望啊呢件事情会成为现实啊，但系亦都系希望啊。中國記住，咁啊，責任與力量同領導力係密不可分嘅。咁啊，隨住中國喺國際舞台上啊發揮更大嘅作用，而中國嘅權威啊，不僅取決於佢全球嘅影響力啊，亦都取決於佢嘅公平同寬宏大度嘅聲譽哦。咁啊，即係都係啊，都係算係甩翻點樣講咧，係。啊！賺一賺翻中國啦，係嘛？咁啊，英國佢啊唔係試圖阻止中國崛起啊，唔係阻止你啊，即係你可以繼續崛起噶，咁冇事噶，咁啊相反啊，我哋喺全球嘅貿易啊同氣候變化呢啲咁嘅議題上啊，仲可以啊並肩作戰啊，一齊合作嘅，咁啊，希望可以透過互相尊重啊，承認中國喺世界上嘅地位同現代化成熟嘅關係啊，咁啊最後啊，佢話佢歡迎中國作為國際社會主要成員，亦都希望啊中國遵守啊國際協議。咁啊，如果總體而言啦，咁啊英國安全理事會咧就提出咗佢對香港嘅關切，咁啊亦都會喺國際論壇上啊繼續多啲探討嘅喎，咁啊亦都希望一國兩制啊。取得成功，亦都相信啊，中國亦都希望係咁，一齊共同努力嘅，就係咁。唉，咁啊，呢篇文啊相當精彩啦。咁 BNO 究竟係點樣咧？啊 ，BNO 即係向住香港嘅英國人究竟係點樣咧？何去何從？究竟啊成龍成蟲定成乜咧？就拭目以待啦。乞衣啊，乞衣定係變？變鳳凰呢，咁啊，即係到時先知喎嚇。嗯，好。因為呢、這個唔好意思啊，但係呢個國安法應該都勢在必行噶咯喎。係啊。必行噶啦，咁啊係啊。BNO 正啊 ，BNO 都起行噶啦，佢哋。可以去啦，走得啦。唱定啲磅啫，唱定啲磅啦，唱定啲磅啦嚇。嗯，好，我哋時間差唔多，拜拜。拜拜。